哎，铁矿没了吗？哎，现在不没是有车厢啊，进箱子攻没有吗？了箱吗？子有，箱子目前对有。对对。哦，我的木头都被人家挖开了。好的，就这样吧。这样吧。不行，翻新你的装，补一这边下。要再挖开一点。就这边要再挖开一点。居然想找我的木头路，你这群邪恶的家伙，看我把你封起来！关公好猛哦！又是强力。我想要换职业，突然不能冲哦。对啊，哎，红石洞的小心哦！我刚看到小哥俩好像往那边冲了。好，我先撤。哦，没有，那在中间。那我回去。哦，那个草，气死！真的很讨厌。啊，打不到人啊！好想哎，你，好带带想带带带带带。你，好想你，哎，好百想战我，百战用战力，是真的正真的面效好果，想你，正面效果。假的假的好想走啊，冲啊！教主这加油，波浪服，我继续阵亡。我守家，好。哎，你又放河豚啦、啊？几条河豚呐、啊？对啊，有人打到好多人在中间哦。不是，超多在河豚。哇！有机会吗？有没有机会？啊！巧克力在后面。哇！我们死两个人。啊！啊！停了，我们这一进度没有再跑了，停了。剩我一个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赶不赶得到。我在好，我在、哦、我在桥下，我在桥下，我在桥下，我在桥下。不行，我就桥下算吗？算啊，桥下也算，桥下算，桥下算。只是他们人多比较快。嗯，哇，来不及了啦！啊，来不及了。哎一下！啊，我去挖铁，我去挖黄金喽。啊，抢走钻石！他们是拿什么东西？正面效果。嗯，正面效果。巧克力干什么？走开，走开！啊，你怎么看我两兄弟？确定那是巧克力？确定真的？哎，不是其他人都没写。哎，可是他显示巧克力耶，他的头啊。巧克力在矿坑啊！巧克力在矿坑。他们。矿坑，矿坑的。哦，对啊，又掉了什么东西啊？哦哦，掉他死掉死掉死掉了。我的装备全喷了，哇，好厉害啊！你四个不见了，三个还没到四个。那你跟我一样，那你跟我一样。我好像也是，我只剩衣服了。就把东西放回去。这条路好难走。箱子还有铁吗？我看一下还剩多少。哎，用完了，我挖。是不是 DC 声音又那个了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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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话，没有吧？电子音，喂，没有啊，喂，你们那边，你们那边，喂，喂，你们公司那边，没声了，哇，有声音啊，大家没声音了，核心没，喂，有声音了，有声音了，有。哎，奇怪，我听是有啊。嗯，我刚刚听是都没有。对，我刚听完全部都听清。哦，想说挖个一下。哎、欸，我们的，我们的阵营为什么少一分？死了，有人死了，死了，你死掉了，就你呀、啊，你死掉了，有人死了，死掉了。好饿，真是保湿度，保湿度，保湿度。啊！大家会不会饿死了？太饿了吧！好饿。会饿死，我看到被扣了一滴，扣了半格血。这个帽子，哎呦，又掉下来。肚子破洞，天哪！哦呦，我的弓箭从我面前眼睛插过去，我差点吓掉哎、欸！我差点吓掉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巧克力，哎呀，给你算了。哎呦！啊！好、哦，你为什么打乱我的顺序？不是，我想要裤子。箱子里有铁。有吗？哦，我看到了。放陷阱啊！
看不到团团，好难教。陷阱啊！中陷阱啊！中陷阱，我救不了你。没办法。哇，他好痛哦，他脚痛哦。嗯，哦，陷阱怎么可以那么痛？哦。你们现在矿工等级多少啊？有办法分好的？28。看能不能孵一点东西吧。等一下哦。27直接上来，还是要归到30？可以归到30，你可以用绿宝石换经验品。他们又在挖钻石的，等一下他们的钻石战士就有点难，就不好打了。嗯，欸，是不是听到有哦哦，你是杰克？嗯，有人在偷啊，挖什么？挖啥？他从那个红石矿这边，感觉又想挖道路过来。我被他们挖断了吗？不是的，实力哎，任务要开始哦。好，什么任务呢？繁星点点，抢星星哦！抢星星！哎，你们都投两个一直很讨厌，讨厌，讨厌啊！啊，抢星，抢星！我先去拿一点牛排，不然我跑不动。哇，走开啦！我只要抢星星啊！你要牛排，给你！我跑不动，好，这什么东西？是谁的稿子？钻石被他们挖走了。哦，刚刚就挖走了，就挖了啊！没有，刚刚有重振一下，又一颗，抢星星，星星，哦，这一颗，哎，团团出现嘞，星，哎，哇，巧克力在中间，桥上，哦，这好不准哦，哎呦，好难打哦，小雨在旁边，小雨在旁边，救命！矿工要死了！干什么？团！矿工要死了！矿工也要死啊！巧克力快死！巧克力死！巧克力说吃给你啊！他被死两滴血啊！啊！嗯、啊！哈哈哈！哦，我的东西，团团在中间，在水下面那边。哇！我身上所有的东西消失。哦，好烦哦！要打矿工。谢谢。终于死了。啊！我这个条真的没在动，还是 bug。主控后退。你有拿到吗？有啊，我看到红队有加一下，加一下。有啊，有在加。很小。这个是什么啊？上帝关闭20，120。上面有一颗星。好。这水滴好多星哦。这个素材也太多了吧！去树上捡！好多宝，上得去吗？好，赢了！走了，收工。你干嘛啦？你送分啦！摔死！哦，哎呀！对不起，想耍帅，地上有草，你是白痴吗？放歪了吧！耍帅嘞！你是王天蝶啊！我是。你这样我也想当间谍哦。怎么又是？好了，我做了黄金矿的防御措施啊，他们下来就出不去了。嗯。去偷挖，可是我是又是守护者。你不能靠近不是吗？对啊，不能靠近。凋零吗？对啊，可是我也好想偷啊，可是不能挖。哇，火焰剑啊！他们啊！哇，嗯，巧克力拿火焰剑，好猛啊！有人在附魔啊，团团在玩附魔是不是？有可能。妈、嗯！耶！好了，我30等了，我来附魔了。我的食物怎么都不见了？我也快了，29。金晶石家里有吗？用完了吗？比较少吧，他们又站中间了啦，应该没到啦，不用紧张。看看哦，保护耐久，等一下哦，旁边的哦，我们的附魔挖掉，附魔师开始了吗？先把旁边挖掉，我在附魔，我在虚弱三个。保护哦，这个谁要保护室？哎、欸，这样、哦、准备了。好，谁掉下去了？哇，
刚好三只。你先留着，我们先去冲一下。怎么样？忍住！不要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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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我们多两几个。不要跳！不要跳！不跳！不跳！不是，我一直被我一直中箭，所以那装备给我好了，我这宝给你。哎，给你。我有什么可以补的？哎呦，一直被打，有天赐哎！被打会跳起来，那个也算了、哦。对，那算。哇！保护三天赐。逼他们跳。有点难。我们很凶哎、欸，凶巴巴。用水固啊！糟了，算吗？我卡住了，我卡在一个洞里面了。哈基哈基。后面有水，好，上来了。我还正赢得到六分。哦，好羞，好羞哦！哦，是我们赢诶，我们赢啊？是吗？我们赢啊，红队啊！你看错队伍了哈。对，大于十二，十一分。恭喜红队。没错啊，他跳十二次，我们跳十一次而已啊。哦，一次之差啊，搞错了。可是刚才显示我们的条比较长哎、欸。对啊，是吗？还是看是这样啊？对面跳，我们都在家、啊。不懂、嗯，又 bug 了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看一下指令，我记得是没错吧？钻剑啊。买一些牛排好了。六个。哎，人家在指令嘛。加油和车台吗？对面钻剑。哎，我们也可以做钻剑啊。我记得我们有两颗还是三颗？对啊，我们有三颗。看能不能用到一点好的吧。你就高等附魔试试看。好。我的剑的附魔是有燃烧啊，铁剑吗？还是什么？哎，断剑我还没看。我铁剑是有燃烧啊，是我的那个附魔内容有燃烧，但是我没有等级。好，绿宝石啊，去挖绿宝石啊。那绿宝石在做铁镐。青金石、红石有很多啊。有了，观众看到他说最后他们加很快，他们冲过去的，这没错。嗯哼。哦，好紧张哦，这个。就这场共是、欸，下一个任务要开始了，把巧克力打死，杀巧克力，啊又不能跳，不能跳，走，啊啊啊啊！跳了好几下，忍住，对不起，忍住，哎，第五阶段了，太白痴了。忍住不能跳，打到一半呐、啊！哎、欸，飘起来这算跳吗？没有，没有再跳应该不算。你那个上面条没有动，应该可以吧？对啊。你摔下来无敌不是吗？抗性啊，不是无敌。你看你有没有上面有跳出讯息说你有那个加一分这样子？没有。哎、欸，团、欸、团。啊他来了、啊、给他挖给他挖给他挖算了啦。不要放弃、哦、我打不到他哎、欸、这样好了。哎哇这分数差太多了吧，瞬间挖掉这么多。因为你的屏你那个卡的位置我打不到他。嘿哦是哦，对，他刚好卡在一个嘿。就很尴尬，我刚在找他，没有，他在上面。从后面挖的。哦，气死我了！哇哇，差距拉大了，哇尴尬！哇，这个团又玩这招，只一松懈下来就偷挖、啊，真的是哦，阴险。你为什么要蹲着丢经验值？对，我发功课没用啊。怎么了？
我又中陷阱了，我又中陷阱了。那蹲着很紧。哎、啊欸，哦，烦呢、欸。有人来了。有人来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来了。哦、我们的 force 就很长、欸。快死，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。我就可以直接结束。他快死了。如果被打爆的话，啊，他们如果一波来的话，我们会直接 GG。我们现在三个复活中。哇，他们有冲吗？没有，他们没冲，没冲，还好。没有冲，没冲，没冲，没冲。巧克力在，巧克力在前线。为什么会三十啊？因为刚刚中了那个东西失败。哦，加二十秒。还好，算了算了，手加手加手加，不玩了不玩了。可是等一下最后还是会那个，要一波冲。哎、欸，燃烧击退了封闭式钻石剑，丢出去了。哎、欸，丢去哪了？丢去哪里啊？哪里啊？你是许愿池哦。哦，等一下我丢下去，然后又洗头。等一下我回来。哎、丢出去，丢出去，后面后面。看谁要打吧。谢谢谢谢。哦，杰克比较凶。好还好，他会 Q 东西出去哦，你要小心哦。对啊，我很会 Q 东西出去。霸气队友，霸气队友，会有霸气队友。霸气队友，说，我们就干脆让他们站。哎、欸，还有很少三封力是燃烧的铁剑的，我们就把霸气度队友引在家里。有没有稿子？用金稿，用金稿。引在家里，引在家里。我们就让他们站，然后把那个猪队友放在家里的地底下这样子。哦可是他也是打我们啊，你还修好了吗？啊、我记得我应该他们还是会打对方，就是我们是我们，他是我们红队啊，他还是会打。巧克力来了，巧克力来了，金矿。啊，算了，不用不用不用理他，不用理他。那边有一个壕沟，壕沟。他被困在里面了吧？没有没有，出来了，跑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哦，哇，终于爆，他头爆了，干、哦、爆头啊，爆头！天哪，追他，追他，冲啊！见了，冲啊！被他逃掉了。陷阱，陷阱！我们繁星点点不用抢了吗？我把两个陷阱同时踩掉。啊，不用抢了吧？哎呦，